来到了这个罗东运动公园第三个景点，若雨松，有没有感觉？很像在国外，很棒哦。然后地上看起来都非常好多树叶，它这边的树也很特别，你看都长这样子，好特别。还有一个人现在在蹲厕所，上完了记得要擦一擦，清洁一下啊。我去，看到一个妹啊，在自拍，哇，这妹在自拍，这么巧的耶！这妹今天没整理好，全都杂毛。整理好再出来见人嘛。像要化妆你也不化妆，不要再装了。好 ，OK， 拜拜。哇，还美颜哦 ，OK。